一张呢是预言家，其实大家透过这个造型也应该看得出来，这个就是我们韩国瑜总统候选人。韩国瑜曾预言选前会有五颗核弹，更自曝自己被抹黄，大动作开记者会，拿出抹黄合成图，现在却发现居然是自己人韩粉做的。前海军退役上校坦承，图片是他合成的，理由是为了警告韩正营可能的危险，却让韩正营以为捡到枪，大肆渲染。这张照片现在开始在一些社群，还有除了 LINE 一些社群攻黑韩的这个网页上面在流传，所以我们下午将正式的到台北市警局去提告。选举啊，选到这样子已经变得非常的不入流，而且非常的下三滥。选举用的色情的图片，包括未来他们说可能还有人警告我们，包括三 P 的，包括吸毒的这些照片。韩正营九号上午开记者会，韩国瑜受访更加码演出，连下三滥都骂出口，更说要提告，发现是自己人做的，立刻转弯，连报案提告都免了。不是乌龙啦，是说是有一位支持者，其实他有把全文给我们看，他原本是一篇完整的文章，预料接下来可能会有哪几种状况。要提出告诉，今天下午四点要到台北市警察局提告，当事人就写了一封承认他自己写的这个哭诉，他为了打预防针。事件出现大转弯，发言人只好跟着发夹弯。夜路走多吼会踩到很多东西啦，那现在很明显的韩国瑜夜路走多了踩到自己了哈。韩国瑜当起大预言家，但口中的核弹却是自己人做的，抹黄抹到自己，恐怕减损韩正营对外的公信力。三立新闻吴晨明、谢孟哲、SN 小组台北报道。